也不怪，都开几百公里来，我连他就来骑，搞了他五个里大街。你说是你们把他差钱，来老板都怕他去不着的了。还有什么地方？空运到澳大利亚了。澳大利亚都来，来，有学的他们。哦，空运带走。空运带折到澳大利亚，空运到澳大利亚，到葡萄牙的也有，这个甚至一下看见我，靓丽，靓丽而行。对，我们还有一个公司哎，他们拿一来就是值2000-3000的，这个一般找不到你啊，这个地方呀。是的，他今天找你，你这里没有定位，就是那户籍鸭肉面馆，找不到，哪能找到呀？牛肉面馆，啊，牛肉面，这是上这么大盆子。哎，头年你们拿碗自己啊，好，给我们上一大盆。嗯，要把这个面呢，就是武汉热干面。嗯，不是，你这个干拌面，干拌面，你这个是什么盆子？我是小海贼，这个这么大盆子没见过，太有感觉了。嗯，这个面条是他的独创啊，他不是热干面。哎，它是干拌干挑面。哎呀，这都是。再看我的，再看我的面。哎呀，你个吃人！嗯，这你把这里薄的都没挑开，晓不得？嗯，太好了，挑好了。他们去1-2000的都是那里。1-2000都这样了。这里都蛮舍得的。蛮舍得，最有钱的都。最有钱的比个上亿的都有，那我都。哦，上亿在那吃饭是吧？哎，到那个锅灶叫么小朱哎，他们都是，起码都是。过亿的资产，过亿资产，你看，那别个在，真的，你看我那里嘛，喝的都是茅台，他们在那里喝茅台呀、啊，把你们200我喝了，那一杯几百块一年啊，别人喝的是吧？哎，都，哎呀，你看，这是虎年，这是虎牌，4000多，4000多的，你凭什么？哎，我他把那些你妈200我喝了呢。哦，这是他们自己带来喝的，哎，看着，喝早酒，喝茅台，你说这东西有没有？行不行？对，有味道，有味道，这早酒，我就感谢华丽，这是有味道。你们又开始炸了，又开始炸了，哇，也炸炸两顿啊！唐哥，咱们一天早上起来炸4-5个了，炸4-5个了。这个武汉，这个关哥和这个华帝，感谢。啊，这个要没有土著，他是我们找不到呀，找不到。你一万年找不到，又没有地位，又没有人。小巷美食，民间美食，民间美食，绝对到位。虽然是绝对很简单，但是绝对是天花板。活死，我们河北话叫活死，很。